不准开！去开！把那个人抓过来！明白？不，先跪下！呵呵，这么晚了不回家睡觉？一群小女孩找着我了怎么办呢？今天陪朋友喝了点酒，你们拍的照片可以私藏，不要发出去，好不好？ 是他吗？嗯，过来，何涵哥，你把他碰伤了，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太激动了，没注意到，实在是抱歉。去寒，快上车吧。嗯，快回去吧，很晚了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彤彤，不疼。你笑什么？你刚才很帅，我什么时候不帅？ 护不住自己的人还算男人吗？只是一点擦伤而已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要是今天这些照片传出去了，无所谓。记者拍的传不出去，粉丝拍的无非就是丑了点。哎，韩哥，你别不当回事儿，素存肯定要找你谈话了。谈呗，还能把我吃了？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 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。要不是刚才人多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等一下，伤口不深，已经止血了，好在是划在了眉毛边缘，就算留疤也看不出来。真的没事，你今天喝了不少酒，快去休息吧。那你快去洗澡。 我在房间等你。这种宁静、安心的夜晚，我能肆意的亲吻、触摸他，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